然睿尼生日报晓话，家中多位新成员啊！ 36岁生日快乐啊！ 哦，做乜白金鸡啊？我嗰条事业线考紧啊！阿肥宅变机男宅又真系几 surprise 嘅，你都见咗咁耐啦。前日你生日佢亲自下厨呢餐，满唔满意先？今年嘅生日屋企多咗个新成员，好开心啊！新成员？ 讲紧佢咋，阿田就真系锡到佢爆话，生日都一定有佢。咁佢之前又话想搵间餐厅可以接受佢同只猫一齐切蛋糕，咁后屘我搵咗一轮就冇乜餐厅可以接受有只猫嚟切蛋糕，咁我又搞一搞，咁啊搞咗好大轮，咁啊结果都系不如自己煮算啦咁样样。喺屋企都几开心啊，有外猫有外人，仲有一班爱佢嘅朋友一齐庆祝。 寻日阿泽就仲话，佢18岁嘅生日会我都喺度，睇住佢成长，原来系咁快乐嘅一件事，希望一直喺佢身边，睇佢变成老太太。Speed 到流啊！